接下来我们有请 3A 班撰写的黄山凌同学，他是会为我们带来歌曲《大鱼》，有请黄山凌同学。
黄山凌同学啊，跟住落嚟，我哋有请三 D 班善写嘅曾景维同学。曾景维，佢系会为我哋带嚟歌曲《春夏秋冬》，有请曾景维同学。为大不过已听够，谁会懂？若有我的两手，便为我。
是你亦想同旧何苦谢晒姚之雅同学啊！跟住落嚟，我哋有请 3A 班信社嘅邝嘉欣同学，佢系会为我哋带嚟歌曲《永不失联的爱》，有请邝嘉欣同学。歌曲是 Honest， 有请许月雅同学。
too many songs about love, so I never really learned to grow up. I don't wanna be rich and famous if I can still be myself. So until my music gets famous, I'll spend more time on myself. So what would I be if I said I'm a star? How can I dream when I gotta wake up in the city of millions, millions? Don't be sad if I'm just not the one in the city of millions, millions. I'll just keep pushing my luck until I give up.多謝許燕雅同學。好了，咁多位同學的演出都已經出曬啦，我哋亦都已經開始計分，究竟花落誰家呢？真係好緊張啊！喂，我建議咧就冷靜啲先嘅。我而家最想嘅咧就唔係知道幾多分，我最想係聽到歌聲唱歌啊！不如我哋快啲請 T Max 上台，我哋打打氣唱唱歌啊！多謝有請海鑑青先生。Hello，我係喺邊度上噶？呢度嘛，呢度得噶嘛，系嘛？好 ，Hello， 哇！我第一次見到自己個燈牌有人揸住咗，我陣間問下佢叫咩名先。Hello， 大家好，我係 TMAX 海鑑青，大家好嘛？哇！好，首先喺度要好多謝鄭榮子中學嘅邀請啦。我諗我已經差唔多十年啦，冇踏入過呢一個學校嘅禮堂啦，咁所以今日好開心有機會喺度見到大家，亦都要好感謝你哋嘅，因為咧我想講我完全係冇諗過咧，原來而家嘅中學生咧係咁勁嘅，俾啲掌聲自己，俾啲掌聲三位姐。咁啊，我嚟嘅時候就咁啊，同老師傾偈嘅時候都話啊，想我分享一下啦咁。咁啊，講咩好呢？其實我見到大家咧，坦白講，我有啲羨慕嘅。咁啊，有冇人估到點解啊？羨慕啲咩咧？即大家都唔中意翻學噶啦，其實有咩好羨慕呢？係咪有中三嘅同學喺度啊？中三嘅朋友，中三嘅同學，揮下手，揮下手，有冇喺度啊？喺唔喺度啊？揮下手先，係啦。我諗我同大家喺 ，hello， 喺同大家差唔多年紀嘅時候啦，其實我就做咗一個我喺人生入邊好重大嘅決定嘅。我諗大多你哋一兩年到啦，就係我決定咗。不再讀下去，我決定了絕學。這個決定到今時今日，坦白說挺耿耿於懷的，令到我都當時我最有沒有跟我一樣的不是很敢舉手，是不是有些人那些老師已經夾住了，因為呢我上數學堂，我不知道大家是什麼，但我上數學堂我不是眼睡的，我不會睡的，我頭痛而已。因為好簡單，我打個例子啊，即係如果你六個人一齊買一個180元嘅蛋糕，每人要俾幾多錢？30元啦，就咁計啫。但學校係點教你計嘅咧？學校係先設要俾嘅錢係 x， 然之後 x 六乘以 x 即係六 x 啊，等於180。然之後又左右唔知點樣調嚟調去咁樣啦嚇。咁啊，所以 x 就會等於30。咁得出 x 等於30之後咧，仲要所以喎嗰三點，所以我哋每人要俾30元，即係明明識計咧。聽完他這樣教完，我覺得自己好像不懂計算，即頭都痛了，怎麼上堂呢？這樣在沒有讀書之後，但是說真的，即我都要這樣說，大家覺得可能數學不知道為什麼，但是 even 我自己現在今時今日寫歌、玩音樂，其實是很有用的，數學和數學是脫不開關係，所以如果今天喜歡音樂的朋友，很多唱歌的，真的要給心機讀數學，說真的。去到我冇讀書之後咧，初頭咧我覺得會好開心嘅，喂，日日可以同朋友玩喎，又唔使8點啊打鐘咁早。咁但係換嚟嘅又同我想象中有啲唔同。我記得
當時咧係每一日咧都唔知道自己做過乜嘅，都幾無所事事，亦都令到身邊好多人咧就好唔開心，因為包括關心我嘅老師啦，包括我嘅父母啦，有時喺我哋嘅路上面咧，未必所有嘢都真係咁順境嘅，即係我嘅人生絕對唔算係好平穩嘅，都幾多轉折。但係咧，亦都好慶幸我遇到音樂喺呢條路上面，我揾翻自己嘅方向，揾翻我嘅目標。去到後來咧，我係完成咗一個 high dip 嘅社工學位嘅。咁然之後，但係之後亦都決定要繼續玩音樂。未必所有嘢都順風順水嘅，但係好感恩啦，揾到自己嘅興趣，可以今日變成一個專業，喺呢一度可以分享呢一個故事。可以見到大家，亦都可以帶嚟一隻咧，我嚟緊會派台嘅新歌《汽水加冰》。Thank you。好多燈牌啊！我想 keep 住翻曬屋企，我會擺曬喺屋企。如常睇睇直播新闻，远方有战争，边种有细菌，叮嘱我小心。街中气氛，围城忧郁，没有精神，似充满疑问，压抑与遗憾，挤逼我胸襟。Oh no， 在不安中会暴。Oh no。吵闹愤怒 ，Oh no！ 大压力面前横满警号，喝进肚，气泡舒解懊恼。只需一杯加冰的汽水，极简单的畅叙，枯燥感觉渐退，高与低来游去。只需一杯加冰的汽水。若这日有点累，消放低思绪，难凭洒脱来面对。手上一杯加冰清酒，两手一刻可以到，感觉这刹那和慵懒的午后。总有太多事从来都不合意，总觉得这个世界 not so easy。结婚的话够不够钱买钻石戒指？四大长老又想不想你生翻个 B？ 翻到公司啲嘢总系好多错漏，个客话呢份 proposal 嘅诚意唔系好够，同事又翻咗屋企唞，我只得一对手，到底几时先到尽头？已经连续七日无休，太多困惑烦恼。感觉渐退，高与低来游去，只需一杯加冰的汽水。若这日有点累，先放低思绪，能凭洒脱来面对。手上一杯加冰清酒，享受一刻可以到，感觉这刹那和慵懒的午后。手上一杯加冰。所事都匆匆放手，可怕的怪兽又还轻松颤抖。愿一日共度伤心未尽，就算未到能看到最后的出口，有限时汽水一杯于我手。休息一下才能发现邂逅，希望呢我这一首歌可以在大家不开心的时候陪伴到大家。其实呢讲真的，大家都可以，即其实可以在 IG direct 我的，如果你想讲即有不开心呢，可以在 IG direct 我，跟我讲，我很愿意做大家的树窿的。多谢大家，我是 TMAX 蔡鉴清。
真係多謝曬 TMS 為我哋帶嚟咁精彩嘅演出啊！話咁快咧，我哋嘅分數已經同排名已經計好曬啦，係時候嚟頒發每一個項目嘅獎項啦。首先，我哋係會頒發樂器組嘅冠亞季軍。我哋先邀請到歌唱老師陳其芳老師為我哋頒獎。有請陳其芳老師。获得中一至中三级乐器组季军嘅同学系吴嘉颖同学，恭喜晒！系德社嘅吴嘉颖同学，嚟自德社，俾啲掌声！其他嗰啲点算啊？恭喜晒吴嘉颖同学啊！接住落嚟，我哋要颁发嘅系中一至中三级乐器组嘅亚军。今次获得亚军嘅同学系邓文希同学，恭喜晒！系嚟自信社嘅。邓文希同学啊，终于来到我们公布中一至中三级乐器组的冠军了。我们今次的冠军呢是有两位的同学的，那这两位的同学呢分别就是刘信希同学和叶卓轩同学，恭喜晒，恭喜晒。谢陈其芳老师为我哋颁奖啊！跟住落嚟，我哋有请 TMS 海鉴清先生为我哋颁发中一至中三级独唱组嘅奖项。你讲啊！获得中一至中三独唱组季军嘅同学系范佩斯同学，恭喜晒！佢系嚟自德社嘅。我哋颁发嘅系中一至中三组独唱组嘅亚军，我得亚军嘅同学系戴子霖同学。恭喜晒戴子霖同学啊！好，咁我哋就颁发中一至中三级独唱组嘅冠军啦。获得冠军嘅咧就系邝嘉欣同学。恭喜晒邝嘉欣同学啊！咁呢个时候。就嚟公布中一至中三级歌唱歌曲组嘅写制优秀表演奖啦！获得写制优秀表演奖嘅系善社同埋信社，啊唔系诚社，诚社，善社，诚社。获得中一至中三级乐器组社制优秀表现奖嘅就系信社，恭喜晒！
好，我哋而家有请校长颁发纪念品俾嘉宾，好多谢 TMX 海鉴青先生为我哋表演，同埋做我哋嘅裁判。多谢晒，多谢。我哋亦都好多谢陈其芳老师为我哋做评判，多谢你。请 TMX 同埋陈其芳小姐留。多謝曬你哋，多謝曬。請 TMAX 同埋陳其芳小姐留步，同我哋影一張合照先啦。請工作人員出嚟一齊影張大合照先啦。好，全体同学，我哋咧都俾你一个 V 嘅手势，因为咧后边咧影翻出嚟啊！咁咧希望全部嘅中一至中三同我哋嘅老师同我哋嘅工作人员全部一齐咧影一张相嘅，辛苦晒！好，我哋有最大只嘅黄宝尊老师俾我哋影相，快啲啦，抢镜！大家亦都多谢我哋嘅嘉宾，同埋多谢校长为我哋颁奖嘅。我哋先到台下就座。话咁快，我哋中一至中三级音乐节比赛嘅所有项目已经圆满结束啦。沈校长和嘉宾可以先行离席，辛苦了各位了。请中一至中三的同学回座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一阵间高年级音乐节的比赛飞呢？有的请举手。哇，我们高年级的飞都真的挺抢手的。抢到飞的同学记得在等阵高年级比赛之前到礼堂门口攞飛嘅 counter 排隊，憑住你嘅學生證攞飛啦。好，咁我哋先請 Free Cat 同。好，各位同學，有冇人自己想上台唱嘅？請舉手。冇好係咪啊？好緊張。嗱，想唱得好，下年你都喺個台嘅上邊。嗱，我哋留心啦。第一樣嘢，我想咧請同學，如果你一陣間係攞咗高年級嘅飛，我應該 send 咗一個 email 俾你嘅。你是有一個 email 的身份認證，打開那個 email 你會見到一幅圖畫，你在你的電話上出示這幅圖畫給外面的老師看，就可以排隊去我們的 counter 上用學生證對名攞飛。你那裡一定要帶好你的手帶，因為我們是會憑手帶給低年級的同學進出我們的高年級場次。並且如果你是 houseperformance 的同學，你是各 house performance 的同學，你是低年級的，你都必須要戴手帶。第三就是合唱的歌曲的低年級同學，一二三年級的同學，你都要戴手帶。所以我們的場地呢應該會將個名單，即是將個飛是交給你的了。如果沒有的不要緊，你一陣間去到我們的 counter那裡呢，如果你是參賽者，你就告訴他你是哪一道的參賽者，他就會給你個手帶你的了。 OK， 那呢辛苦了大家了。好，我們呢現在等一等呢就會有下一步的指示，提醒大家呢我們保持在位置坐好了。
OK， 各位同學早晨，大家好似仲瞓緊喎。各位同學早晨，今日開唔開心啊？開心！你見唔見到台前幕後有幾多嘅工作人員？我哋都俾啲掌聲。我哋今次咁辛勞咁樣舉辦咗呢個 Music Festival， 台前幕後所有嘅工作人員。OK， 咁希望大家喺享受個活動嘅同時咧，都可以知道其實所有嘢咧都唔係石頭爆出嚟嘅，係好多人用咗好多心機同埋努力去做出嚟嘅，好唔好？好，咁啊呢個第一點。第二點，聽日係咩活動啊？有冇同學可以答我啊？聽日咩活動啊？聽日 fashion show 係咪？好啦，我知咧好多同學咧會留低繼續去準備你嘅 fashion show 嘅，但係有幾點咧，我想大家注意。第一樣嘢，我見到大家手頭上撳得好快樂嗰個手指燈，中唔中意？
有冇啲係 house 要比賽嘅同學，要參賽或者係要表演嘅同學嘅？你哋唔係喺呢邊坐嘅，你哋喺嗰邊坐嘅。陳 Sir， 想入場的 guest 的同學咧，你哋有手帶要 show 手帶嘅，麻煩曬大家。中四、中五的同學咧，就係唔需要帶手帶嘅。中四、中五的同學，你哋唔需要帶手帶嘅。好，坐咗先，坐咗先。
嗱，盡量坐埋同一行得唔得 ？OK， 睇下可唔可以你哋 house 標曬標滿一行 ，OK。同埋，如果你哋嗰行有位剩嘅，睇下可唔可以同其他 house 一齊夾埋一行。早晨，我想请问一下，一阵间我嗌你嘅班，可唔可以咧举举手？我哋都点一点齐啦。我哋即将开始我哋嘅比赛。我想请问 4A 班嘅同学，可唔可以挥挥手？睇下你哋喺咩位置？好，早晨 4A 班同学。好 ，4B 班同学，唔该晒。4C 班同学，唔该晒。跟住系 4D 班同学。見到 ，thank you 曬。好，跟住係 5A 嘅同學，前面 performance 嘅同學係嘛 ？5A 嘅同學，見到啦，辛苦曬。5B 嘅同學，係辛苦曬，唔該曬。5C 嘅同學，唔該曬。5D 嘅同學，好，似乎到齊咯喎，似乎到齊咯喎。我哋咧事不宜遲，因為今日係有好多精彩嘅節目，我哋交俾我哋嘅大會單位，比賽正式開始。歡迎莅臨2001至2002年度社製音樂節總決賽。有请今日嘅大会司仪 ，4A 班吴海怡 ，4A 班贺子柔 ，4A 班黄子峰 ，4C 班黄子健。大家好啊！我系 4A 班善社嘅吴海怡，我系 4A 班成社嘅贺子柔，我系 4A 班顺社嘅黄子峰，我系 4C 班德社嘅黄子健啊。Miss Lee 梗係琴晚太眼瞓啦，穿越翻去20年前喎。等我哋依家一齊穿越翻嚟先。歡迎咁多位嚟到2021至2022年度寫製音樂節比賽啊！哇，終於都嚟到高年級嘅音樂節比賽啦！這個比賽咧，的確係花費咗好多人力物力㗎。
我哋今年參加嘅同學咧，數目係超過咗200人，但我哋每個項目嘅入圍人數咧，其實係相當之少噶。分別係有樂器組4位同學、獨唱組8位同學，同埋合唱組嘅8個組別。今日我哋更加邀請到各社提供一個表演俾我哋，真係好感謝各社嘅老師同埋講師啊！我哋為咗佢哋咁努力嘅付出，俾啲掌聲佢哋先好唔好啊？事不宜遲，我哋今日嘅時間非常之緊迫啊！我哋先介紹為我哋做評判嘅兩位嘉賓，分別就係第一位海鑑青先生 T Max， 佢係嚟自全民造星三嘅，多謝曬你啊 ，T Max 老師。好，跟住落嚟咧就係蕭永恩老師，佢係一位歌唱老師嚟嘅，我哋多謝蕭老師。好，喺所有節目開始之前，不如就由我先為大家介紹一下今日嘅賽制啦。今日嘅賽制其實一啲都唔一般噶。話明是社制音樂比賽嘛，所以我們的評分標準和社系息息相關的。首先，每個參賽者無論你有沒有入到決賽，都已經為自己的社拿了10分，入了決賽的同學就可以拿到20分。講到入決賽就當然有一到第五名啦。今次的活動是會以每項項目的20分為基準，每當你提升一名就會再增添20分的。如此類推，如果你獲得一個項目的冠軍，是可以為自己社帶來100分的重大幫助的。但是大家咧都唔好睇小每一位同學啊，因為有時候兩個名次就可能相差少少分數嘅啫，所以每一位同學都係非常之重要噶。好啦，講完我哋今日嘅計分標準，就梗係要講下我哋有咩獎項啦。我哋嘅獎項包括有樂器組嘅冠亞季軍、歌曲組嘅冠亞季軍、社制中四至中六組歌曲組優秀表現獎，同埋社制樂器組中四至中六嘅優秀表現獎。好啦，了解完今日嘅賽制之後，我哋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我哋第一個嘅項目。第一個項目係樂器組高年級嘅同學，今日唔只會有彈琴，我仲有其他嘅樂器喺當中。首先為我哋打頭陣嘅係我哋嘅榮之鼓手，五 D 班擅社嘅陳淑涵同學。哇！掌聲掌聲！佢為我哋演奏嘅歌曲係《紅蓮華》，我哋俾啲掌聲。掌聲。僕を連れ
好多謝曬陳淑涵同學啊！接住嚟咧，我哋有五多班城社嘅曾卓麗同學，佢會為我哋帶嚟鋼琴嘅演奏嘅歌曲係《Lullaby Opus 10》，有請曾卓麗同學。你太懂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太疯都可以，交换传送你的房间，欢乐半边是空置，我凌乱发丝入面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风凉。谁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累，从头都不想对。状态就算极空虚，至少赢得了独居。何用花心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换爱欺骗你共谁理想。如果勉强到最，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蜜又变更加等待。天花塌下还在祝福他跟你数人，空襟够吗？凭什么洒脱？自弹自唱，平息切记关掉，连天边也最好不要。就
早深入记忆，你怪不了。多谢晒，多谢晒陈正业同学啊！跟住来咧，我哋有请四师班得社嘅林旭涵同学，佢会为我哋演出嘅歌曲咧系《One Last Time》，有请林同学。彭乔云同学，他会为我们演出的歌曲是《Running with the Wolves》，有请郑同学。There is no
多謝曬鄭鵬喬韻同學。好，之後是來自 4A 班城社的陳嘉耀同學，他為我們帶來的歌曲是 What Are We Gonna Do。 好，我們有請陳嘉耀同學。Falls right into my heart, into yours too. And everything, they seem to be so hard to hold on to. But we say I love you, and now they fade. They seem to fade away, we wanted to. And every song, that reminds me of how we used to.No longer tell the truth. Why can't I just let it fade away? Why can't you just let me walk away? Say today, you gotta head your way. You gotta let me head my way. But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every day, I don't know why I'll still be thinking about you.Every single song you used to sing to me reminds me just how you should be the one for me too. You, I gotta stay true. I don't know why, don't know why, don't know why. What are we gonna do?灯也在想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制止我在每日怨天怨地，情话情意情路情尽都经过，也是因你留下我在昨日过活但如死，痴心像马戏，似小丑眼内希冀，为想得到你愿竭力以心献技，想你但愿你，暗街灯也在等你，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
多謝。多謝曬何正陽同學啊！跟住落嚟就係嚟自四 B 班善社嘅楊海欣同學，佢係會為我哋帶嚟 Speechless， 有請楊同學。To wash me away, a tide that is taking me under, swallowing sandy with nothing to say, my voice drowned down in the thunder. But I won't cry, and I won't start to crumble whenever they try to shut me or cut me down.多谢杨海欣同学，跟住落嚟系五 C 班得社嘅黄浩然同学，佢要带嚟嘅系，冇啦，我哋有请黄浩黄同学。偏偏你愿意等。
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因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挨，就算坏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大家俾隻手好唔 OK 啊？大家識唱嘅可以一齊唱喎。沒有根的野草飄忽的命途，誰像你當我步，什麼也做到，由愛數中一匹步，在這刻寫句號，只想跟你縱容，不再祈求，唯獨你愛我這廢人，出錯你都忍，誰人經過，然而誰亦早知不會陷阱，偏偏你願意等，唯獨還欺負我這種無賴，是話你蠢還是很偉大，在座每位都將我踩口碑有多壞，但你亦永遠不見怪，仍跟我這種無賴，活大半生還是很失敗，但是你死都不變心，跟我笑著捱，就算壞我也不忍心，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计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拼命挨，换转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Thank you 晒各位。哇！話咁快七組嘅 solo 表演咧就已經完成曬啦，咁我哋咧不如都唔好俾佢停啦，因為 group singing 嘅同學都夾得好辛苦噶。今次總共係大概有80位同學參與咗我哋嘅 group singing 組別嘅，喺咁多人入邊，基本上入到八強咧已經係好困難噶啦。好啦，咁我哋首先有請我哋嘅第一組同學，五 B 班李盈兒、4A班李念恩、4A班宋樂欣同埋4D班温海橋同學，佢哋都係同樣嚟自線社嘅。他們要合唱的歌曲是《蝸牛》，有請這四位同學。为何未懂得相爱这来历？
我哋第二组嘅表演组别系嚟自善社嘅，佢哋分别系五 B 班嘅李盈儿同埋三 B 班嘅黄天晴，佢哋为我哋演出嘅歌曲系《红绿灯》，有请。有冇走音啊？系啊，我冇影到。你冇影到我后面。
多謝曬兩位同學。跟住落嚟係嚟自信社五 B 班嘅吳玉希同埋 3B 班嘅李宇達，佢哋嘅歌曲係《因為喜歡你》，俾啲掌聲。Hi， 早晨。Testing。Hello。Hello， 拜拜。谢晒戴子林同李佩莹同学啊！跟住落嚟要出场嘅系第五组嚟自信社嘅同学，佢哋分别系五 B 班嘅吴玉希、一 B 班嘅姚之雅同埋 3B 班嘅莫玉慧同学。佢会为我哋演唱嘅歌曲系《睡公主》，有请。哦，嗨，早晨。里面
同学啊，跟住系三 B 班嘅陈柏希，三 D 班嘅洪丽纯，佢哋都系嚟自善社嘅，佢哋会为我哋演出嘅歌曲系《到此为止》，有请。我到你的对吻。
有人吗？我却开心得大空降，年年是流水，我一生是一个成长伴侣，曾和过去是对着面形容，也似你笑响，向你抱紧时，没有勇气伤害另一次。为你将睡眠忘记，通宵地盼，但已记顿成往事，还是记起。无道理的对骂是年纪小的不智，今天你能忘记，只得我怀念，多么讽刺。这恋爱故事仍然说得多细节，重复的震撼如真未停止。我再没勇气问你，我旧时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为你将睡眠忘记，风萧平凡，但已经顿成。这一刻难难知，我怕面对你是个生死，后悔过往的幼稚真意，伴你的动人时节，暖暖欢乐已经并无意义，谈话到此，遗憾到此，结论是回忆总要到此，谁得你能忘记？终须弃置，再好好过日子。多谢晒陈柏希同埋洪丽纯同学，跟住落嚟就系德社五 C 班嘅黄浩然。同埋五 D 班嘅叶俊佳，为我哋表演嘅歌系《及时行乐》，有请两位。
接吻地牵手和雪流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最怕被人冷落，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伤心气怕人孤寒，劝我及时作乐，伴你奏唱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算你温馨我不抵抗，未来梦都如幻歌，想起这日不理在他方。好，咁话咁快咧，就到我哋 group singing 嘅最后一组啦。佢哋系嚟自德社嘅二 A 班吴旭林同埋二 E 班苏乐意。佢话我哋演出嘅歌曲系《Someone You Love》，有请。加油，德社！Thank you.
哇，话咁快，时间就嚟到，话咁快，我哋 group singing 就完成晒啦，所有都，而家我哋就嚟到最精彩嘅 Interhouse 四社嘅表演啦。我哋有先请善社为我哋打头阵嘅，咁有请温展晴老师、许辉豪老师、吴慧如老师同埋善社嘅同学，等我哋俾啲掌声佢先啦。你走出去，喂，邊個？阿姐，阿姐，阿姐，冇人執啊！冇人執啊！展晴，冇摸開㗎，佢入㗎。窮鬼點談情？糖酸炒冷飯，我會俾三粒星。傻佬點形成？傻婆點形成？筷子降兩分滅，窮蛋超温馨。If that's all we have, who we have， 五號蛋夠實，所謂可惜。拿起假臉棄掉了本性，性格都相平，整個天虛剩下軟硬，何以產生真心情？整街修心養性，完了反應，又是種本領，又是快樂，或是不甘，怎麼要被人決定？願我的他成個清醒，此刻中有放心肯定，誰守護感情見證，黑是白中性，終於這世間越變幻，越感受這現情，越看清。碰壁太多太多理想压抑，沉默对应着水与无声，天空上有片夕阳带领，踏上这无尽旅途，该飘散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燃点起鼓舞，或许到共遍踏尘更好，在这秒钟仍一起看夕阳，一听未知那远路里，同看着时代飞舞，记着念掠过未留座，只得你始终也最初、哦、是谁能让我在宽广的未来无惧的去唱着歌，无限的可做我、哦
Green House。我哋嘅社员而家落紧嚟，会派一啲糖俾大家嘅。啊，大家会收啲糖。呢首歌的名字叫《未来见》，可能我们之后有机会有一些离别的，但是不要紧的，我们未来是会再见的。大家有没有收到糖呢？小姐，2021-22 年度社制音乐节中四至中六，我戏组的季军是 4D 班善社的温海桥同学，恭喜晒！好，跟住落嚟咧，我哋颁发社制音乐节中四至中六级乐器组嘅亚军。今次有双亚军嘅，分别系五 D 班善社嘅陈淑涵，同埋五 D 班红社嘅曾卓丽，恭喜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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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同学啊，跟住落嚟就系颁发社制音乐节中四至中六级乐器组嘅冠军啦，得奖者就系信社嘅黄立汪同学。小姐留步，继续为我们颁发歌曲组别的冠亚季军啦！2021-22年度社制音乐节中四至中六歌曲组别季军的得奖者是五 C 班特写的黄浩然，恭喜晒！接下来我们颁发的是社制音乐节中四至中六歌曲组的亚军，得奖者是信社的郑鹏乔云同学，恭喜晒！恭喜！好，颁发完季军和亚军之后呢，是时候就要宣布下中四至中六级歌曲组的冠军了。他就是该班黄社的何正阳，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以上得奖的同学啊，亦都多谢萧永恩小姐为我哋颁奖。跟住落嚟，我哋有请海鉴清先生为我哋颁发社制音乐节中四至中六级合唱组组别嘅冠亚季军啦。
社制音乐节中四至中六级合唱组别的季军得奖者是善社有五 B 班的李盈仪，四 A 班李念恩，四 D 班温海乔，四 A 班宋乐恩，恭喜晒你哋啊！恭喜！耶，宋乐恩！好，跟住落嚟我哋玩法嘅系。社制音乐节中四至中六级合唱组的亚军，亚军是德社的黄浩然和叶俊佳，恭喜恭喜晒你们。好，获得社制音乐节中四至中六级合唱组别的冠军就是红社，分别是戴子林和李佩莹同学，恭喜晒你哋！恭喜成社，成社，恭喜！恭喜咁多个获奖的组别啊！我哋亦都请萧永欣小姐上台，同埋沈校长为我哋颁发纪念品俾萧永欣小姐。沈校长，多谢萧永欣小姐。不如等我哋趁依家一齐影翻张大合照作留念啊！后台嘅同学都可以出嚟同我哋一齐影。好，多谢大家，请各位就座。喂，好像有些事发生了，我听到一级警报。一级警报？我想说呢，刚刚楼下的保安跟我说，楼下的lift锁了，还看到停车场那里好像有很多记者，是不是有个人来了学校啊？究竟是谁？哦，是啊，我们请了嘉宾洪家豪啊。有请洪家豪！耶！家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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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Hello， 好青春啊！我好耐冇嚟过呢啲即系咁青春嘅活动啊，同埋好耐冇试过咁早唱歌。咁啊，头先咧，原来咧阿 Miss Lee 带我嚟啦，原来 Miss Lee 系同我同一间中学噶，所以咧好有亲切感，同埋佢话我间中学同你间中学嗰、那个。嗰、那個咩啊？嗰、那個、建築係一樣嘅，咁所以我好開心嚟到。咁啊，今日首先唱第一首歌就係我嘅新歌《污糟兒》。點解咁勁嘅？有嘅，有人整㗎？我都係啊。Hi。揾我着期待來到真虛，畢竟你。在唱就无用心去
再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追。低洼中小秋雨再友善，也被泥石修片。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黑污水快浸掉半边。就当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时。在水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痴。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没听过噶。混浊后有新生，混浊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滋生。混浊后再企稳，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秋雨要变脸，对自人浪空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黑污水里浸满每天。就当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在我多合适。在追你是唯一可以，已习惯让我无限痴。离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决定离别看海。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爱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专注工作把你忽略吗？世俗渗入血液怎除吧？水泼一泼可以清创吗？演全部是废话。你要为你换好吗？就当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别我多合适。再需你是唯一可以，却为我自责无限痴。望清水也是种未来，却无从为你讲。Thank you， 多谢多谢。系啦，希望。希望大家喜欢啦，如果大家喜欢呢都可以听多啲呢首歌嘅。咁仲有啦，即係宣传下先。虽然大家都可能知啦，即係9月2、3、4号呢我同埋 MC 呢会开演唱会嘅。咁呢睇下 Miss Lee 可唔可以安排到啲课余活动，睇下大家买张飞支持下咁样。係啦。咁就係咁摆 Miss Lee 上台。咁啊，有少少嘢想分享嘅今日，咁咧，我記得咧，即係喺我以前，啱啱可能出咗道冇，即係可能幾年啦，即係可能一直都有好多唔順利嘅時候啦。咁有好多時候都會覺得啊，自己可能覺得自己唔好啊，唔夠人叻啊咁樣。咁當然啦，喺嗰段時間，你即係自己，我就會即係咬實牙關，就繼續努力，即係向住自己目標進發咁樣啦。咁但係當時我都唔係好知道，其實到底一個人，即係人係即係喺呢個世界上，即係人與人之間嗰個關係係點啦。咁但係我直到咧上次開完一個 show 之後咧，咁我喺個台上面喊啦，係咁喊。咁我喊嘅時候，有好多人又跟住我喊喎。
咁我就發現原來其實我哋每個人都係一樣嘅，即係有好每個人都會有自己嘅問題啊，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困難啊，每個人都要自己努力嘅東西啊，亦都有自己唔開心嘅地方，每個人都會唔開心嘅，即係每個人都有弱點，都會脆弱嘅。咁喺嗰段時候，我就知道原來有時即係自己可能唔開心咧，並唔係自己一個咁，所以我自譬如我嘅話，我會可能揾啲朋友去傾下偈啊，或者做啲自己喜歡做嘅嘢啊咁樣。所以同埋我係一個好有代表性嘅人，就係可能有啲嘢，其實我出道嘅時候唱歌可能唔叻啊，音樂唔叻，但係我繼續俾心機，即係希望有一日可以證明到自己。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可以努力因為我知道你哋其實成績可能讀書，你哋呢個階段啦，對你哋嚟講非常重要。咁我覺得盡咗力揾到自己喜歡嘅嘢，到最後結果其實好與唔好，你都會揾到自己，即係你嘅人生唔係淨係喺呢一刻咯。咁所以千祈唔好因為成績啊或者唔同嘅嘢俾自己好大壓力。係啦，我帶你哋十幾年啦，咁我都係啦，食鹽多過你哋食米啊，咁跟住咧，咁就所以好想喺呢度鼓勵下大家，希望大家加油，唔使係啦，知唔知啊？加油，你哋得噶。咁咧，咁以下落嚟呢只歌咧，都係有少少鼓勵嘅成分啦，就係想同大家講，其實呢只歌係你哋揀嘅，唔知學應該學生。我不知道誰選擇，總之有人選擇。這首歌就叫做，就是跟自己說不要妄自菲薄，知不知道妄自菲薄這個成語是什麼意思？就是不要自己看，覺得自己不行，知不知道？這首歌就跟你說，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角，送給大家主角光環。為什麼有牌子？是不是特意弄的？做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被流放，呆坐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到那荒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几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若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惜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如果唔系疫情啊，我跳咗落嚟啦。是某天我嘅。明亮是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几率仲渺茫，你乐意在旁绝陪吗？你已常谅解我，笨拙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若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
捱過，無人能如你愛死我。明謝任何劇情，絕不拋低我，若無